大是不会感觉那么强烈的痒，比较小症。古关吊桥，限十个人呢。嗯。等一下过，等一下过。好，你去。那个嘞。新北温泉的。古关的不优。这里吗？对啊，啊可以进去吗？啊不行哎，啊没路了，啊没路了，不能过去了。一半不能进去，看一下，红溪诺亚古关。不行哈、哦，一个白冷冰棒，我看一下，再扫描一下。好。好，再扫一下。先拍一下。很多口味啊、哦。有绿豆牛奶、红豆牛奶、牛奶，我要清有没有清冰或什么？百香果，酸梅，我要吃酸梅，我要吃酸梅。酸梅。啊，好，你有什么口味的？吃酸梅吗？我要吃百香果。百香果哈。啊哈，你要吃什么口味？哦，好吃。花生炒的吗？看一下哦，卖茄子的，来呢。红豆。哦，和这个鞋子拖鞋，明治便利商店，东关温泉大旅社。你要搞哪个？我要关掉你，那个只能关起来哇，泳池哎，泡汤。哦。
白痴吗？你还叫我看白痴？这样怕伤人呢。哦。钓鱼哎。哦。泡汤泡汤，泡汤，瀑布。干嘛点？哦。古关大饭店。二一房间，哦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门呢、啊？哎，哦，还有棉被，棉被，哦，可以放衣服的啦。哎，啊，这啊这没杆子，哎呀，有杆子，有杆子，看有什么设施？茶壶，茶壶，饮水机也有，来看一下，自带吹风机，那有吹风机啊，嗯，冷气，外面还不错啦，这刚好在山的下面，这样子也不错了哈，嗯，看一下，四人房。哎，浴巾没有嘛哈？这浴巾哎，有吹风机有，吹风机有一个，啊，这是自己自备的淋浴的了哈。阿拉斯加的抽排气的，哎呦，沐浴乳跟沐浴巾都有了，哎有了，卫生纸，哎，这样简简约约都 OK 了哈，嗯。这是还有电风扇呢。我们去那个明治17块，啊，十点好像是12块，好像12块。其实像你们怎么上来的时候，怎么会说买一盒啊？可以大家一起吃。啊，不晓得，我们是分批来的，我们从台北、台南上来的。哎呀，对啊，哎，饮水机这边。你说饮水机对。哦。有饮水机，我们的公寓饮水机。哦，热水的也有。哎，热水没有关的嘛？这就是在饮水机。对，我知道，一个饮水机。就公寓饮水机。啊，这边有两房就对了。这边那边都是两人房。哦。然后你们这边的都是四人。四人房。然后后面有两间是三人房。三人房。就只有。哦，我们三个人说，哎呀、啊，他也只有两人房而已，啊，只有四人房而已。哦，四人房哦，还有2022、2023是两人房。嗯，我、哦、还有冰箱。冰箱你们可以使用，可以冰东西。哦，我们有带了一个，不过我们有那个小冰箱还好。嗯、反正就是公寓这两样嘛，饮水机跟冰箱。嗯。啊，这客厅。哦，对了，煮比较不好吧？
是不让你们住，因为这个木板房的哈，老人比较多。客厅，我看一下，全东西切好了，现在一条小碟啊，这是设备啊，对，哦，西虾西虾好，罗鸡，这是我们刚刚算的蟹腿，中东鸡，哦，鱼汤，小鱼汤。哦，这还有那个副总啊，寻东鱼，新川生精致美食。哇，这边都是寻龙鱼。好吃好吃。看起来像夜店哦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了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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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干杯干杯！许愿了。许愿一下，蛋糕不是拿来砸的吗？不是，我们送礼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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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那个一人一片呐，那可以吃的哈。谢谢，谢谢我们建成，建成赞助呀，刚好带来，刚好。好了，生日快乐！耶耶。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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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福柱生三个哎，对我们台湾创造经济奇迹哎！我是第二，我是跟随你的脚步。我是第二名的呀，名单名单，我的功力就是你功我啊！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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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要先干了啦，干了两瓶了，对，干两瓶。三个生三个都第一名了，哎、三个了。陈总说他马上要去生第三个，干了干了干了，一样是第一名。等一下，要换一个对象。啊，这要小声一点啦，哎，对。哎，比你轻怪怪哦。不能活了吗？现在是这样很危险的，副总。哎，敢讲，我也有机会，敢讲出来的哦，就不怕有人。我也有机会跟你并列。你哦，哎，我果然是要当副总的。对啊，因为呢，他刚刚说史明刚，有谁记得史明刚？有，开 F G 的，他记得吗？你知道吗 ？F G 的啊，然后干掉他的 N S 啊，三剑客来，干杯啊！干嘛做什么生意啊？做人心，咱三台机啊，就去，你看他加三两块。我跟你讲，我带着你鸟叔往外站呢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跟你讲，他王八蛋。哎，派去跟他们，这么凶。
这个狼头，我那是有发现的，我哭了，等一下。哦，不是那个问题，今天呢，我没给你钱呐，我跟你讲。俊宏啦，我们这个都很乖。转移阵地。转移阵地继续聊。啊，这边也做。真的真的真的都没问题。他可是。一颗蜡烛。唔知呢，阿蛮看无。泡脚须知：8:30到5:00，40度，40度没有雨了。隔壁是31度，啊，好分呢。这第二次、第三次，这个比较大只，超大只哎。大只的比较感觉。北头的比较火了，北头还有味道。嗯，对，还有北头那个公园那个。对。温泉公园。泡脚的小步道，东西横贯公路60周年，那个牌我们就没去看了。这个，哇哦，漂亮！火菜市场，哦，戴口罩，甘露，哇，大一颗哦，大一颗哦，顶级甘露。那个大颗的2块，那你小的，你的粉红色的多少钱？柿子、山苦瓜、特大650、450，虽然大颗哎哈。对啊。啊，这什么？哦，柿子好大颗啊，很漂亮哎。我们买这么多，我们吃不了那么多啊。是啊，那该买几颗啊？比较小颗。啊。哦。他写这样子是因为一。
一口。哦，一口。一口。哎、欸，你要买葡萄、啊？这个才100块。100块啊？这个绿绿的、啊。绿绿的，杆子绿绿的，那比新鲜呢、啊。纪念啊，可能弯掉了吧。哦，这里要写的，有写那历史的。对啊对啊，他把它挤，就是水管把它挤破的。哎，破损。公共给水干管损坏，整个歪掉了。嗯，对啊，哇哦！这个应该是刻意做的吧？哦，这个对啊。哇哦！帮你直接帮你啦，这个石缸水坝的。对啊。哦，那个哦，帮你啦啊。这个啊。这个原本就送水的，对吧？就这一片断掉啊、翘起来啊，所以是这个地震带一直延续到那是哪里啊？斗六那边，南投那边，南投斗六那边，对对对对，地震带一直延伸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没错，是有那个挤起来的嘛，对对对对，没错，车轮埔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车轮埔地震带那这个挤过去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他们这边不能过去的呢哈、哦，之前可以过去吗？不晓得，没看过，哇哦，加、啊，这是。就是这一条哦，就地震带啊，不知道可能一直延伸到下去啊。那帮你这一条是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下面是板块的。对，嗯。石缸水坝。没了，没了，就这样子了。这之前是上面的，对的呀，嘿啊，这个是大饼，15个人不是2桌？没有没有，他说一桌大的，一桌大的，是哟。